己的双击，么么哒。大家好，我是格子。这两天每天都玩五六个小时的斗地主啊，通过大量的实践啊，终于总结出来一条这个百战百胜的黄金法则啊。好，那咱们边玩啊边分享给大家啊。这个重要的黄金法则啊，就是杀分潜规则啊。那什么叫杀分潜规则呢？就是我这把赢完了啊，我下把还能赢啊。好，那看一下这把的牌啊，那我是对子啊，然后连对单牌，还有这个顺子啊，没有顺子。好，那咱们看一下啊，这把的话啊，应该是能赢的啊。赢完了之后呢，我只要执行一个操作啊，下一把还会赢啊，并且跟这把牌抓的差不多。我信你个鬼！让他出。不信一会儿看看，他肯定得炸，他炸我也炸。顺子，不要，狂炸！哎，俩六，顺波就走了。过，要不起。过，对六。哎，好，咱们这波赢了啊！赢完之后呢，我只要执行一个操作啊，咱们还会赢，那就是退出啊。退出，一定不要继续玩啊！大家记住，一定要退出。为什么要退出呢？大家一会儿就知道了。退出了，我再进啊，我还能赢，并且啊，跟上一把的牌差不多。大家不信，看一下是不是这样啊？我上一把呢是两个王，对吗？我这一把还是两个王，大家看明白了吗？并且和上一把的牌啊如出一辙，看懂了吗，朋友们？上一把啊。我的牌跟这把是完全一样的，我只执行了一个操作，这就叫杀分潜规则啊！你赢完一把退出来，啊，再进啊，跟上一把抓的牌是基本是完全一样的啊！你要是赢啊，还能赢啊，连胜。好，那咱们这把啊，看怎么出。这把我就拆了出吧，是吧？这样顺一点啊。连队啊，我估计他不会让我出牌的。哎，这放我呢？小王，要不起。你出。大王。哎，漂亮。要不起。不要。要不起。对七。哎，我对面很会出啊，配合的很好。我就两张牌了，小心点儿。对二 ，pass。这对二是斗炸呢，是吧？好，咱们再退出啊！啊，好啊，现在重新开始啊！大家再看看，是不是还是赢的牌啊？怎么回事？好，进来了啊，还是重新退出啊，又进来了。好，你看这一把牌啊，虽然我没有抓到俩王啊，但是我的那个俩王跑到我队友这儿去了，大家看到了吗？然后我这边的牌呢，可以配合他打啊，打辅助，所以这把还是赢的。大家明白了吧？这就叫杀分潜规则啊！你一定要记住一个最重要的操作，就是你赢完了之后一定要退出来啊，然后重新再进入啊。那你抓到的牌和上一把牌呢，就是如出一辙的。即使你的牌不一样，你的好牌也会到队友那块去啊。你们还是赢的啊，这把还是赢啊。炸弹，你继续炸，炸完咱就走了。我就两张牌了。哎，对了。要不起 ，pass， 对二，好，好，那大家看明白了吧？这个呢就是杀分潜规则啊，你只要学会了这一招啊，我可以保你百战百胜啊。
你看我第一把赢了吧，然后千万不要继续玩啊，然后退出啊，然后再进，进完了呢，抓到的牌呢跟第一把是如出一辙的，还是赢了，然后我又退出了啊，我又退出第三把抓来的牌呢，虽然跟第二把跟第一把完全不一样，但是我俩猫跑到哪儿去了，是不是跑到队友那儿去了啊，所以说呢这个原则啊是杀分的一个潜规则，非常重要啊。好，那大家都学会了吗？欢迎这个点赞评论啊，咱们相互交流。好，那这期的 Vlog 呢就到此为止，拜拜。